今天因为很特别哈，两位弟兄去参加感恩节特会，所以后面啊，这个会主要的时间利用来到交通感恩节特会，所以今天时间都有调整。那现在有半个小时，我们就来读一下这一周的推案福音哈。好，我们九点半这一堂会结束。那刚好我们那个约翰福音今天，是这个最后一段啊，约翰福音整个21章啊，今天刚好是最后一段。那我觉得也是很妙啊，今天我们这个信息是讲到适应一切的生命，对不对？刚刚我们讲了这个这一周我们这个信息讲到适应一切的生命啊，为着能够进和好的执事。约翰福音呢，就是在讲这样一个生命。约翰福音是什么？是生命的福音，对不对？这个约翰福音是4卷福音的最后一卷，等于是整个的福音书的一个最宝贵的总结。福音书讲到主的生平啊，他是太美好了。但是这样一位这么美好的主，若不是啊，最后他能成为这样一个生命被分赐给我们，那就太可惜了，对不对？一切也都与我们无关了。所以约翰福音总结啊，这个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宝贵。那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印象，约翰福音讲到9种人的需要，这个差不多也是我们对约翰福音啊这个最容易留下印象的地方，对不对呢？这个从1章一直到啊这个11章之前啊，他一种一种一种一直讲，从啊道德人，从不道德人，从各种9种人需要，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些啊都容易有印象。但弟兄姊妹，我问一下，从约翰福音14章之后，到底在讲什么？可能大家就哎，对，我还不知道约翰福音，对啊，还14章之后还很多哎，到底14章到21章是一半以上的篇幅讲什么？我们印象就不容易能够啊有一种的这个啊记得啊记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约翰福音整个前面它都是焦灼在神圣的生命之于我们有多丰富，这个很容易叫我们留下印象。他应付9种人的需要，或者说应付我们这些人啊有9方面的需要。但是呢，约翰福音到了这个14章之后，他整个的层次境界一转，转到另一个境界去了。他还是讲神的生命，但是呢，他就给你看见这样一个，或者用今天的话叫适应一切的生命，对不对呢？他不是只是为着应付我们的需要。你是道德人啊，你是不道德的人啊，你是垂死的人啊，你是怎样怎样一大堆，不只是应付这样的我们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的需要是很卑下，我们的需要是很肤浅的，我们的需要也是这个一面来讲很复杂，对不对？9种，但是另一面来讲其实也很简单，简单说就是叫神的生命分赐给我们，叫我们的里面得医治，对不对？好，14章之后他就给你看见这样一个生命，这样应付，这样应付，各方面来应付你的需要，叫我们啊得着供应之后，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起来，也借着这个生命来成为一般满足神需要的人。我们都觉得我们也需要，但是神在宇宙中有一种更大、比我们更严肃的需要。所以14章到16章，有3章就给你看见神的需要。第一个14章讲到什么？富的家。我们应该都读过了嘛，应该有印象，对不对呢？第二呢，15章讲到死的葡萄树，然后再来16章讲到那人新生的孩子。哎，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我们一起说一下好吗？14章富的家，15章死的葡萄树，16章那人新生的孩子，对不对？这里啊，给你看见三一之神，对不对？14章说到富啊，富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家。对不对？15章说到子，他就是葡萄树，他在那个需要繁增，对不对呢？然后16章说到纳灵，对不对呢？纳灵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主耶稣就是子啊，经过死而复活之后，他就成了纳灵。纳灵啊，主要就是要生出那个新生的孩子来，对不对呢？你看在这里啊，有3大面，跟我们的需要都无关了。既不是垂死的人，也不是干渴的人，也不是犯罪人，你看那都是很低下的，对不对？这里要说到有3大面的需要啊，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是这位三一神他在宇宙中有一个更大更严肃的需要。这3面的需要就是宇宙存在的意义，这3面的需要也是人类存在的意义，对不对？我们的存在就是为着要与三一神连结调和，来满足他这些最高的需要。你看，
你有没有这个印象？换句话说，约翰福音讲到十二个需要，十二就是踊跃，对不对？在人这面好像很复杂，怎样那样啊，很多，就好像小孩啊，真复杂，对不对？一下要喝奶，一下要拉尿，一下又要踢要踢脚要玩具，一下又要吃糖，对不对？其实要满足小孩需要太简单了，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另一面就给你看见，父母心头也有一个需要，对不对呢？哦，那个需要那就是很严肃啊。所以你要看见整个的约翰福音啊，它就是给我们看见神圣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但是我们不要只一直留在啊前面这个11章到13章，哦，这个生命太宝贵了，怎么满足我？怎么满足？这是今天几乎所有神的儿女，包括我们在内啊，对不对呢？所以我们读这九种需要，我们都很有反应，都啊很感动，也都很有啊印象。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14到16章？主耶稣为什么长篇大论、语重心长，花这么长时间讲一篇信息？四福音还很少有这么长的一篇信息。你要知道，这么长的信息，就是因为主要在离世之前来告诉我们，三一神的心头有一个更大、更深、更重要的需要。我再说一遍，14章讲到父的家，对不对呢？15章讲到子的葡萄树，16章讲到那新生的孩子啊。好，那我们啊，这个稍微，我们今天只是简单的来复习一下，把这个约翰福音后半段让大家有点印象啊。那这边呢，你知道吗？这个我刚刚说到这个，好，那然后17章啊，这个主讲完这一切之后，他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祷告。整个那一章就是祷告，对不对？那章祷告的中心，我们也说过，没有别的，就是荣耀。不止三一神要得荣耀，我们呢也要有份于他的荣耀。所以李弟兄曾经讲说，在这里不只是三一的荣耀，更是四一的荣耀。听清楚啊，这个人也要一同这个有份于啊，他这个他的荣耀哈。那这个荣耀其实就是这个前面那三章神圣需要的终极结果，父的家终极的结果荣耀，子的葡萄树终极的结果荣耀，那灵新生的孩子终极的结果就是荣耀，没有别的，荣耀就是神得着彰显。听懂没？那我再问一下，这样一个需要，有什么生命能够应付得了？我们人的生命没有一个人能应付得了，对不对？不要说我们是不道德的人，即或你是最高道德的人，像尼哥底母，你也应付不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些啊，16章到17章完了之后，你要知道这个18章啊到这21章，表面看是记载主耶稣怎么被捉拿，怎么被钉死，然后怎么又复活遇见门徒，其实啊，这个后面都在给你啊，这个一个又一个的对比，让你看见啊，我们是何等的脆弱，用实际的事例给你看见，然后也让你看见我们的主他的生命是何等的全足。我们若是愿意用我们自己来满足神的需要，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若是认识神的生命的宝贵，听清楚啊，那一种的认识就会叫我们完全的弃绝自己，而啊与三一神联调为一啊，来满足他的需要啊。好，那这边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首先啊，这个在这个第18章，我刚刚说过，18章有两组的对比的事物，19章、20章、21章都是一样，它都有两组对比的事物，来让你看见我们的缺陷，我们的不堪，也让你看见神圣生命的全丰全足啊！这个18章你记得啊，在那里啊，这个当主耶稣要被捉拿的时候，你看那种阵仗，那是很吓人的，对不对啊？这个特别教主伤心的就是犹大就在其中，而且犹大是领军啊来啊出卖的，你看这个都是教主啊，这个非常为难。然后那个阵仗半夜的时候，对不对？拿着灯笼，拿着火把，人拿着这个兵器，哇，一群人宗教加上政治就要拿走，那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景象。然后人呢、啊、就到这个克西马尼了，对不对？主就说你们要找谁啊？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哎，这个主耶稣很特别，他说我就是。他不是就讲吗？哎，主讲什么？耶稣，耶稣在哪里？在哪里？没有。他很简单讲两句，两个字，我是。当主讲完我是之后，这些啊听到人当场啊就，哎，你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很有印象，就倒退啊，这个退后倒在地上。哎，这是给你看见我们的主，
他是宇宙中唯一的我是。你要知道这个我是就是耶和华的名。也在同样十八章也有一个人说我不是，还说了好几遍，真倒霉，又是彼得，这个彼得真是，哎呀，犯了一次错，千古难翻案，这个就是变成我们最好的活教材了，对不对啊？所以当人问了，彼得说，哎，等于你就是那个，哎，我还没讲完你紧张了，我们多紧张，你就是，哦，不是，你看这就是我们人啊，对不对？感谢主，我们配合的真好啊！啊，人家我说不，你应该就是你的口音都嘛，哎呦喂喂，我不是，对不对？只有我们的主是，我们，我们讲的心不甘情不愿，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啊，真认识我们不是啊，那就有盼望。Amen。这是第一组的这里的，你看这个，这后面这几张很有意思啊。然后这个十八章、十九章呢也看见对比啊，第一个就是主在那里啊，给你看见他流出血和水，特别给你看见他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啊，第二呢，和主钉在一起的那两个犯人，他们的骨头就被打断。骨头就是表征生命。上次我们也说，骨头腿骨是人最强的责任，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你强不强啊？不要谦虚了，要说我强，要不我很软弱，对啊，我要等别人讲你怎么那么软弱，你乱讲，你比我更软弱，我们就很强，对不对啊？我们这个人是很强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无论多强，你这个人天然的生命都是会被打断的，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认识这个。但是感谢主，兵丁到主那里看的时候，哇，他肉身人性的生命也一样是会有终结死亡。但是呢，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这都给我们看见一个对比。我们啊，要来满足神的需要，对不对？要在父的家、子的葡萄树、那灵的孩子这些事上来满足神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是一无是处，我们是毫无指望，对不对？我们要看见我们不是，只有他是。我们也要看见我们的骨头都是会被打断，只有他的骨头是一根也不会折断。二十章。啊，主回来了，在复活里面，对不对？在复活里，他来回来遇见这个门徒。这里他说了两次的平安，可能你不一定注意到。第一次他说愿你平安，然后呢，不是就吹气，他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换句话说，主回来之后带给门徒们双重的平安。第一重是为了你的需要，为什么？因为第一重的平安是根据于主的手和肋旁。你们都知道主的手和肋旁那个标记。就是给我们看见，感谢主，我们可以啊，因着他的救恩得着平安。但是还有更高的一层平安，就是主就吹一口气，然后说啊，你们受圣灵，然后啊，愿你们平安。我差遣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听不清楚？这里有一个更高的平安，不是只是为着我们啊那个很小的个人的那个平安，乃是为着我们在平安的里面有份于主的差遣。根据什么呢？根据他向我们吹圣灵啊。哎，弟兄姊妹，好不好啊？今天你享受了哪一层的平安？我们如果只有第一层平安，我们是不够的，对不对呢？也是很自私的。我们要看见主更向我们吹了一口圣灵，这个圣灵就要叫我们在平安里有份于他的差遣。然后第二十一章也有一个对比，这个门徒们啊，真的是够软弱，吹了这个圣灵进去之后，照样去打鱼，对不对？打了一个晚上之后啊，没有鱼，对不对？饿得不得了。然后这个门徒，不，主耶稣不是就在这个岸上问小子们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就说没有。弟兄们，这就是我。你有吃的没有？没有。我有。你中午来我家，红烧狮子头、狮子头、德国猪脚，弟兄们，这些啊都没有价值。当主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一无所有。不是讲吗？小子们呐、啊，你们有什么没有？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后面啊，门徒们啊，就发现是主，懂吗？那个李弟兄讲说，那天主行了一个大神迹啊，对不对？行了一个什么大神迹呢？就是叫所有的鱼啊，都向彼得的船避开。我们认为啊，捕到很多鱼是神迹，我跟你讲，捕不到鱼才是更大的神迹。你是投资股神啊，保险，每投都啊大赚，这是人机，这不是神迹，懂吗？
但是你怎么投资怎么投资，有一天竟然大赔了，神奇。陈传东就是经历这样的神奇，是他的姊妹拼命祷告，主啊，叫我的弟兄倒倒，赶快倒，赶快倒。传东接下来了没？他姊妹在不在？他姊妹刚刚弹琴嘛，他才是股神呢。倒倒倒，主啊，求你让他快快倒，快快倒。最后感谢赞美主，陈传东就倒了一败涂地，用了没？这才是大神机啊！我们都不敢阿门啊！我不能，这个我可不敢，对不对？这叫阿门。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可能是因为经历这样的神机，我们今天才乖乖坐在这里。哎，阿门不阿门？哦，真是太美妙了，对不对？哎，感谢主啊！然后主再说啊，下午他们就倒地。简而言之，当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还有门徒们就认出是主啊，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不是太美妙了？最后啊，就结束在我是没有，然后主呢，我就认识了。哦，原来啊，站在岸上的那位，叫我一败涂地，叫我两代空空，叫我一切都倒光的他，怎么都没人回应啊？他是，都不跟你讲了，是主，你逃不过他的。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主。阿门，阿门不阿门？阿门。十八章开始于主说我是，到了二十一章，所有的门徒终于啊服下来，说是主。弟兄姊妹，主说我是，这个我是从来不会改变。你承认他也是，你不承认他也是，这是宇宙中的事实，对不对？但是你不承认，你遭殃，你吃苦。你若承认，你就蒙福，你就啊也把祝福能够分享给别人，对不对？感谢主，从十八章开始主说我是，弟兄们，到了二十一章，经过这么多的过程，门徒啊也同样得出一个结论：是主。对不对？弟兄们，今天啊，在我们许多的环境中，主一直来啊向我们宣告他是，对不对？但是我们呢，在这些过程中，我呢也需要一再的来在主的光中，最后认识是主。对，我们认识是主，我们就预备好能够有份于主的指示，完全接受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应付神的需要。好，那后面我还是再用一点时间继续介绍一下这本哈，因为这本是非常的丰富，教会历史全吧，因为我想前两周弟兄姊妹陆续有人买，可能有的挤在那边啊来不及。那这本啊很宝贵，我们以过去弟兄会的印象都比较是倾向于弟兄会中间呢，他们主要最大的规则都是真理方面，对不对？弟兄会是很特别的，像刚刚郭弟兄讲的，召会历史大部分被主用的都是出身寒微的人，但是弟兄会啊，主特别兴起他们，就不是啊，这个只是为了福音啊，为了宣道啊，弟兄会主挥发是为了真理，所以弟兄会很特别，几乎大部分都是出身非常好，教育非常好，身世非常好，所以他有那种的教育，他有那种的quality 那种素质啊，能够来啊这个接受真理上更高的看见。他说、啊、很多都是读法律，这个准备做律师，后来就把律师啊前途丢下来，一生啊为着真理、啊、但是这个我们对弟兄会既定的印象。但是呢，你还不知道弟兄会里面有这么一号人物啊，其实我早就知道，但是我也是这次做我才知道啊，原来他是弟兄会的，就有一个弟兄叫穆尔豪斯。这个莫尔豪斯呢，他是很特别的一个弟兄，他二十几岁，人家看到他像一个十七岁，他的脸看起来很年轻，像个小孩，所以人家很容易看不起他。那这个穆迪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大福音布道家，对不对？在大西洋两岸啊，到处传福音。这个有一天啊，莫尔豪斯就说，他就是很厉害，也是很有胆量，他就跟穆迪讲说，我到你那里去讲道，你看这个也不是中国人了。那真不是中国人，他怎么就能敢这么毛遂自荐？穆迪那个时候已经红遍，就不能说红，对不起，就已经是啊，这个火烧这个世界知名的人物。穆尔豪斯谁认识呢？对不对？名不见经的，他自己毛遂自荐说：“穆迪弟兄，你什么时候回芝加哥？我到那里去帮你讲道。”你看这个人脸皮厚不厚？还胆子大吗？他不是中国人，啊。穆迪一看，妈，这你是谁啊？我是穆尔豪斯，没听过，对不对？再看看嘴上无毛，对不对？他这小孩一个，这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穆迪毕竟是一个老练的弟兄，所以他也很礼貌的就说：“好，若是你来美国，请你找我。”但穆迪讲说他不可能来的，光是船票多贵啊，对不对？
哪里知道穆迪回美国之后，他真的跟到美国。他说：“穆迪先生，我现在已经在了，我忘记什么地方，美国哪一个城市。如果你需要我，这个请你通知我，我就过去了。”穆迪就说：“也要应付他一下。”讲这个人怎么会讲到呢？穆迪说：“好啊，若是你要来芝加哥，他是说若是你需要叫我去，穆迪就要这个。”有点这个，就若是你来，不是我需要，是你要。若是你来，请通知我。结果呢，再过几天，他真的来了，站在穆迪家门口，我来了。哇，穆迪真是一个头两个大，是吧？好，这个穆迪刚好那两天啊，他要出外地去，他就跟这个执事们讲说，有这么一个弟兄，他要来这里啊，来啊，这个有负担啊，这个说一点话。这些对我们开头也有名的，后来啊，这个穆迪就说没有关系，让他试试看。感谢主，他第一天上台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讲的全场感动。第二天上台啊，这个又讲约翰三章十六节，讲的全场感动。第三天上台，大家就讲说，那应该讲啊，约翰这个四章啊，还是什么？又是约翰三章十六节，全场感动。到第四天啊，整个芝加哥啊就轰动起来。他是怎么讲？所有的姊妹啊，那天啊吃完饭，早早的洗碗。早早的把孩子哄入睡，干什么？准备去参加聚会。然后大概以前他们聚会也都是不带圣经的。到那天，哎呀，大家都带着聚会。你知道还没聚会，那个会所外面已经塞车了，已经走了。那大家第四天，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还能讲吗？还能讲？但五弟兄可以讲。陈弟兄方面，要我就没了嘛。所以大家呢，哎呀，这个。他上台了，全场的人都在那里啊，几乎不能呼吸了，心脏都要停止跳动，准备想说今天应该不知道讲哪一个，约翰一书了吧？大概好了，穆尔老就说：“我啊找了一天的圣经，左找右找，我实在找不出，再找不出一节更好的圣经，比约翰三章十六节。一连讲了七天，听懂没有？他完全不是滥情哦，他怎么这么多可讲？他没讲神的爱，从约翰三章十六节。”都从圣经，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来向你证明神何等的爱我。Amen。 穆迪不是到外地去了吗？就准备回来收尸嘛，想着大概两天给他讲的，那真的一塌糊涂了。回来了，马上问他师母说：“哎呀，姊妹啊，那个弟兄讲的怎么样？”穆迪姊妹也很好，到底怎么好讲给我听？我不会讲，你去听你就知道了。那他到底讲什么？他的姊妹就讲，他讲神爱世人。穆迪就讲，那他一定讲错。那今天神爱世人对我们来讲太容易了嘛，对不对？在穆迪那个时候传福音都不是讲，是讲神啊要击杀世人。你这个罪人呐、啊，还在打麻将，还在、神啊！穆迪传福音就是这么传，他说神是拿了一把刀，站在罪人的后面，准备劈杀你的。所以穆迪一听说啊，他讲神二世，那他一定讲错了。他的姊妹真好，他说你不要以为别人跟你讲的不一样都是错。穆迪也真够谦虚啊，他是出身很寒微的，是一个卖鞋修鞋匠，他真谦虚，他也去。第一天他听着就整个这个人翻过来，热泪直流。他说从那天开始，他整个为主做传福音的那个信息，整个那个题目完全翻转。他被这个题目抓住，所以穆尔考啊，他就被称为啊是穆迪啊，他是被人家称为是那个感动世界的穆迪啊。他就说啊，很有感动，大西洋两岸到处传福音，他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得救。穆尔好就被称为啊，那感动世界的人。哎，兄弟们，我这次啊，我还真的，我早就知道这一号人物，但我还真不知道他是弟兄会的啊。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主啊，借着这个弟兄会啊，他各种的人啊，也做了很多啊各种奇妙的事啊。好，那我们今天还是有个摆在后面，弟兄们也需要你，后面是有多少？